大家好，我是陈瑜太极教学团队成员陈世武，今天给大家讲第二个动作。一，右拳往左上冲，冲到左胸前，左手呢在手背上抱拳上扭，双肘下沉，重心同时右移。二，右拳虎口向外摆拳，重心阻移到右胸前。三，右腹挂回到腹部中心线，重心右移。右手变掌，同时向左斜下前下方插出，左手指尖向下，双手交叉。五，双手指尖上挑，走一个外弧挤到中心线，同时重心左移。六，左手向二到腹，然后拉开到大腿外，右手上弧切开到身体的外侧。然后右手上弧打开到身体侧面，左手指尖外开，同时身体向右转，左手上穿，右手下按太阳穴腰间，双手掌心向内，小鱼际内旋，同时重心左移。然后左手继续上扭，右手下收回至腰间，左手下沉立掌，右手上托中心线正前方，左手立到右小臂后侧，同时提右膝，从这儿下沉落地，用脚后跟的内侧向右侧蹬出，这移重心到右，左右手的指尖向左上穿，同时身体往左转一点，然后双手翻掌，手背相对，手背相搭，同时向右上方捧，然后左手挂回至中心线腹部，右手下沉到太阳穴，指尖太阳穴，右肘膝相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